Hello， 大家好，我是杰森。今天要来看的是《Kingdom 2》的第九集。我没有再讲错集数了吧？马上要来看的是本月少女的《Butterfly》。The eyes of the butterfly are eclipsed when the night comes. In the pitch darkness.The butterfly cannot do anything, though the will to fly towards the morning never dies. 哇，这个对白，现在都要弄一些文字就对了。哇，这是节俭的感觉吧。毛毛虫要变成蝴蝶之前，还在节俭的感觉。他们这次也是走很多伴舞的路线。前面那一段有再重新编过。而且他们其实开麦开得蛮大声的耶。这个灯光，伴舞的灯光到现在还有在用耶。哇！哦，本月少女的刀群舞。哇！这个致敬。哇！他们要冲破枷锁，冲破困顿吗？没有，我还以为会有人从里面冲出来。我觉得本月少女大家都还蛮会跳的，平均跳舞的能力都还蛮强的。披头散发的，哇！我本来就很喜欢他们原版的这段舞蹈。哇！真的要破茧成蝶了吗？破茧成蝶了。哦，他刚刚是从舞台上下来吗？哇，光芒万丈的，太华丽了吧！本月少女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来领悟，
哇，好美哦，这个 ending。哇，做得好，本月少女。哇，他们连，我没有看错，他们连纸花都是蝴蝶的形状哎，好用心哦。好啦，我看完了《本月少女》的这首《Butterfly》，是这集的这三首歌当中，算是我唯一认识的一首歌吧。另外两首歌我都不太熟。其实我对《本月少女》反而是比较相对没有认识那么多的，但是这首歌真的太有名了。那首歌当时的舞蹈就是非常的整齐划一，然后舞蹈线条非常的优美，他们12个人跳得非常的好，那个音乐的制作也蛮棒的，就是那个 EDM 其实也受到蛮多人的称赞的，所以当时那首歌有让他们小小的红过一把。我刚刚看这个舞台啊，我最大的感触其实我就觉得这种蝴蝶破茧成蝶的感觉，有点像是本月少女他们自身的经历，就是他们好像一直以来都有那么一点点不温不火的状态。你要说他们不有名吧，好像也不是；但你要说他们真的很红，也实在是没有到非常红。他们的人气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累积，慢慢的大家一起努力，成员们一起努力，慢慢的积累之后，才慢慢的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我就觉得说，就跟他们的这个舞台一样。这次的舞台的设计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爆炸的地方。我其实，在观看他们这个舞台的过程中啊，我一直在等一个爆炸的地方，就是像比如说，他们一开始背后的大荧幕就是一个茧的形状嘛，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在期待他们破茧成蝶那个爆炸的瞬间。还有他们中间的时候，不是有几个成员钻进蜘蛛网里，有一副好像在挣扎、在被束缚住的样子吗？其实我也在期待说，是不是最后会有成员打破这些蜘蛛网、打破这些束缚，然后冲出束缚、冲出来的这个爆炸的瞬间。结果，没有，反而最后破茧成蝶，也是用色彩，也不是用像音乐很重拍，整个在让它爆炸。没有，对不起，是我俗了，就是色彩灯光变得更华丽、更绚烂而已。然后蝴蝶纷纷飞出来，这个爆炸的感觉，这个破茧成蝶的感觉，虽然跟我期待的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也有点呼应到他们 Luna 本身的经历。就是没有一个真的让他们急速人气暴涨的一个时刻，但就是慢慢上升。回头一看，他们其实已经成为了成熟的蝴蝶，在空中翩翩的飞舞。他们比较不像 Brave Girls 那样子，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他们就是在这一瞬间爆红的。没有，他们就是每一首歌都累积一点人气，每一首歌都累积一点人气，到后来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回过头来看，发现自己已经走得很远的这种感觉。他们在自己的节奏中稳健的前行。哇，第一个舞台就这么感动，那我们接下来还要看2个舞台，紧接着要来看的就是 Brave Girls 的 Red Sun。这个灯光真的每次都让我很期待。哦，他们是电影放映机。哦。이제 뭐하고 지내냐면요, 진짜 솔직히 말할까요? 뭐안 해요. 这是他们爆红前一刻的影片吧？미칠것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不过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在录一些影片，想说他们一直以来都红不了，在考虑以后的出路了。然后他们爆红了，哎，可惜我就看不懂韩文。哦，这是什么情怀牌呀？왜이렇게안 되지 안 되지 그때 되게 힘들었던 기억이 나는데 好痛哦！우리를비춰주는그哦，这是빛을五个成员时처期的，他们一起去闹剧。포기하고싶었죠그때는그래도언젠가는희망이보이지않을까? I won't give up. 哇，这个发条娃娃，音乐盒。哦，这是他们一路以来的旅程。
我的天哪，才刚开始我就要哭了吗？他不是主唱吗？居然是他负责 rap。我觉得这次舞蹈有更有活力哦。哇，又婷也太拼了吧！他们是不是很聪明？我觉得舞台设计用心，很用心。哦，高跟鞋，这双高跟鞋要串起整场戏。哦，注意我，这些电影还没放映结束哎。되기전에도되고나서도너무너무서고싶었던시상식자리입니다너무너무감사드리고요앞으로더좋은모습보여드리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이뤄질거야내기도는저하늘에明明唱歌了齁。又挺要哭了吗？那双鞋子，好，不错，不愧是我们的勇女，必须踩着高跟鞋走下去吧。好，看完了 Brave Girls 的 Red Sun， 哦，我的天哪，他们这次走一个情怀牌耶，太那个了吧？才倒数第二个舞台而已，他们就开始打情怀牌了，好催泪哦！说真的，他们的情怀牌我是有吃下去的，我确实有被他们的影片给逼哭，嗯，就是好啦，我没有哭出来啦，就是有点眼眶泛泪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去年一路这样子看他们过来的嘛，虽然我不是他们的粉丝啦，我对他们就算是路人粉这样子，只是他们当时爆红的时候，确实也有给我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比起现在那些很年轻的跳着劲舞的女团们。他们确实走出了一个还蛮不太一样的风格，这个风格没有说多特殊，但反而是这个时代的 K-pop 比较少的风格，所以其实我看到了他们这种夏日女团，我就哎呦有点眼睛为之一亮，觉得哎挺特别的。
再加上他们的爸爸勇敢兄弟做的音乐真的是蛮好听的，那首 Rolling 还有七八八的我都觉得蛮喜欢的，甚至后面的后续曲 After We Ride 的那几首主打歌我都觉得蛮喜欢的，不愧是名制作人的作曲，我一直很欣赏他们。就是我觉得在这六组女团，他们可能真的就是舞蹈实力是排后面的，但是他们唱功的稳定度应该是排在前段班的，当然可能还是比不上孝琳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唱功稳定度是赢过这次来参加 Kingdom 的好几组女团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就有好好的发挥他们的优势。我觉得他们从第三 round 开始真的就开始变得比较聪明的，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然后好好的发挥它，不再像之前那样子要跟别的女团在那边拼谁的舞台更炸裂，谁更能够刺激观众。没有，他们就是好好的做他们很有活力的 Brave Girls， 四人四色，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道色彩。总而言之，他们的路是要继续走下去啦。只是我有点好奇，这才倒数第二个舞台耶，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打情怀牌了，我就很好奇，那他们最后的压轴是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表演呢？嗯，希望勇女可以继续加油，再带给我们另一次的奇迹。好，紧接着就是这一轮的压轴了，孝琳的背。属于孝琳的夏日椰子树。哦，哇，他这是要走都市风吗？哦，在看 Sista 的表演吗？哇 ，Brave Girls 是放电影，他们是直接在舞台上演戏。Bay Station。原来是从都市逃离到天堂来啦。哦，少爷是教练啦。少林的气场真的很强哦。来，苏里起来！不愧是我们的霸气女王。她为什么可以做那些动作都看起来这么不费力？突然觉得还好 Brave Girls 没有跟她撞夏日的风格。OK， 孝琳也来到电车上了。好稳哦！实在是哈，他真的是唱跳都是足以炸翻整个舞台的。Bye.
他又开了一场庆典了。笑得很开心。我刚刚去查了一下，他们舞台中间在播放的那个舞台啊，其实我不太确定那是 Sistar 的歌还是少林的歌，那首歌我不太熟悉，结果没查到。好了，是我们刚刚时间有限，没有太认真查。然后还有就是刚才的那位舞者，我就觉得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舞者，他应该是一个蛮有名的舞者，我就想去查一下他是谁，结果也没查到。不好意思，小弟我见识浅薄，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看完这个舞台，我的感觉就是，少林的舞台还是一如既往的完美耶，他真的就是唱跟跳都是 top 级的水准，然后他就是一个人可以编排起这些，真的是好厉害哟。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嘛，就是背后没有大公司支撑，然后所有事情都自己来，实在是这女人是神吧。我很喜欢他这次的概念，现在人在都市的生活中，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每天搭着地铁上下班，日复一日的行程其实都很厌倦很困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逃出了我们既定的生活行程，来到了海滩，来到了一个天堂一般美好梦幻的地方，好好的玩一场，好好的享受一场庆典，慢慢的梦醒了再回到现实生活中，虽然说那个美梦不是现实，但是也不妨是一个美好的记忆留存在心中。然后少林，我感觉他这次本来的概念是没有要这么用力的炸舞台的，本来应该是比较轻柔的音乐，比较舒服的氛围，但是少林凭借着他强大的个人气场，以及他在舞台上面即兴的喊几声，还是炸翻了整个舞台，然后再到后面放烟火的那个感觉，实在是气场太强了，想盖也盖不住。我没有想到我做 Kingdom 2的 reaction 可以变成一系列的影片，一开始就只是想要支持一下我的爱歌，就是致我的孙春琪那首，然后还有 The Boys 就是我的偶像少女时代的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两部影片都还蛮多人看，以我这个小小的 YouTuber 来说还蛮多人看的，所以我就把它变成这个系列啦。我大概理解了那句话了，以前他还没做 YouTuber 的时候都想说啊 YouTuber 你们自己做创作者的，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干嘛要这么在乎观众喜欢看什么，后来我自己做了我就理解了，真的大家的观看，大家的支持真的就是我们做影片的动力，然后也接受到了观众的留言跟建议，就建议我说一次就是直接看三部，这样子影片的内容比较丰富。怎么说，我觉得创作者跟观众是一个互相互动的状态，虽然说大家会来看这个 reaction 影片可能也都是 Kingdom 的粉丝，但是也希望大家在 Kingdom 结束之后，这些影片结束之后也都可以留下来，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如果我们有缘的话。影片就到这边吧，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分享，留言一起来讨论关于这些女团，关于 Kingdom 2的事情。此外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